好，我们开始，我们讲 DHCP 部分。其实今天也就三个部分啊，刚才讲了一个部分了，然后后面还有 DHCP 和 ARP 部分。我们先来讲讲 DHCP。DHCP 呢，可能大家都天天用了，对吧？我相信现在没有不用的吧，特别手机 WiFi 那肯定都是 DHCP 的，叫做但干什么大家应该知道，就是获取地址的。但是呢，它的功能远远超过获取地址这么简单。那么，首先从它的名字来说，它就不叫获取地址协议，它叫做动态主机配置协议。那很明显就比给你个 IP 地址，功能会更多一些。好，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跟攻击和跟我们的交换机的防御都很有关系。我们要了解最基本的一些概念。首先，第一个。我们先了解最经典的 DHCP 的四个包。第一个包呢叫 discover 发现包。应该这么说，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包。当然，这是我的在 TCP/IP 的课里面的截图啊，那个课里面会讲的比较细致一些。首先呢，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广播帧，二层广播帧。这个意思很简单了，就是说我来了，然后问一下。这个网络谁造啊？对吧？有没有 DHCP 服务器？给我来个 IP 地址啊！大概这个 discover 就这么个意思。我来了，然后呢，有没有人来管我呀？那我要地址啦。好，就这么一个作用。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情况啊。首先，它是一个二层广播帧，但是其实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情况，它是我们先看一下 DHCP 的端口协议和端口号啊。这个好像还没有去。我这个抓包里面是有的啊，我来说一下这个端口号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端口号。首先呢，它是 UDP 的，不是 TCP 的，UDP 的。然后它端口号呢，这个 boot TPC 和 boot TPS，我可以解释一下，在比如说在思科的网络设备上，一些访控制列表permit UDP any 就是这个叫 boot。EQ 啊，EQ boot TP C 和 S，OK。有些人说，哎，我这怎么没有 DHCP 有啊，就是要 boot TP C 和 boot TP S。好，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其实应该叫做boot TP C client，然后呢 boot TP 这个 S server 应该这么念。有些人说什么叫做 boot TP 呢？是这样的。DHCP 的前身就是一个协议，叫 BootTP，可以理解？就是说开始在 DHCP 没有出现之前，它有一个前身协议叫 BootTP，它的任务呢也是发地址，给那些无盘工作站啊，甚至可以给那些无盘工作站发地址，发一些这个服务器的链接，还有它的 OS 的这个位置，他们无盘工作站可以上来直接把那系统给 load 下去。所以 DHCP 有个前身协议叫 BootTP，后来呢觉得它功能太差了然后做了一个升级，就变成了 DHCP。所以说你会发现，你不觉得这个抓包看起来也很有意思吗？你看它的外面就是它的这个 UDP 过后是一个 BootTP 的传统头部，然后呢你可以认为 DHCP 呢是 BootTP 的一个扩展部分，很有意思吗？你正经抓包你会看到这么一个效果，UDP 之后是 BootTP 头部。然后呢，DHCP 呢，你可以认为是 BootTP 的一个扩展部分，但是一般来说呢，我们不谈什么 BootTP 了，一谈很多人也不知道。那么现在呢，都说 DHCP，理解？由于呢是它的前身是 BootTP 的，那么所以你会发现，思科的路由器和交换机上写列表都写 BootTP C 和 BootTP S。首先要了解这是 BootTP 啊，C 和 S 很简单，C 就是 client 嘛。这个 S 就是 server 嘛，可以理解。好，然后呢，这个 server 端低一点点，反正我这么记得，低一点点，它67；客户呢高一点点，它是68，两个端口号。这个也是算是一个奇葩了。为什么说这叫奇葩呢？我们再回想一下一些传统的协议，如果说是 TCP，比如我们经典说的23号端口。那是目的端口23，原端口是大于1023的随机。再说一遍啊，我们经常说的23，TCP 23是目的端口23，
原端口是大于10023的随机。OK，好，TCP 同一套路啊，都这样啊。UDP 呢，就是一个神奇的协议啊。UDP 很奇怪的，有些 UDP 啊，比如说我们安全用到的那个SCAMP 啊，还有一些这个 Net 穿越的那些跟 UDP 的协议，请注意啊，UDP 的套路很乱很乱。比如说安全 VPN 相关的，它的端口怎么回事呢？它的原木端口都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安全一个比较重要的协议叫 SCAMP，它叫原端口也是500，它目的端口也是500，他说呢就是500。啊，它的源和目全都是500，然后呢，后面我们安全还会讲什么 Net 穿越的有一个协议，也是它源木端口都是10005，它就都是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套路。好，还有呢，就是 DHCP 这个神奇套路，它的套路就是说，只要是不是我 PC 跟服务器通讯嘛，那我 PC 这一头端口号就一定是68，然后呢，你服务器这头端口号就一定是67，那也就是说第一个那个 discover 是 PC 发出来的。那就源端口68，目的端口67，然后一会儿 server 不要回吗？那 server 回的话就是源端口67，目的端口68，它就是这么奇怪啊，很神奇的这么一个端口号。然后再说一下 UDP 还要神奇呢，这个 DNS 一般来说 DNS 我们这样讲的53，它是目的端口53，它的源端口什么呢？源端口随机，跟那个 TCP 差不多，它源端口是随机，所以这你说 UDP 有套路吗？反而就是很乱，你说不清楚。我反正举了3个例子了，有些都一样的，然后有都不一样的，然后还有随机的，这不一定，你抓包自己看看。反正呢，DHCP 可以肯定啊，就俩端口，那 PC 这头那怎么都是68，那么服务器这头呢，那怎么都是67啊？这个也很奇怪啊。端口号了解一下，顺便再了解一个，你 discover 你还没有地址，那没有地址，那你有 IP 头部，那你地址什么呢？40，看到了吗？啊，其实这当然这个图都已经截到这儿，我要把我好像藏不啊，可以把它藏起来，就这样要想把它藏一下的，就说它没有地址，但是它有 IP 头部，那必须要放个什么东西，所以说呢，就是40，就是我没有地址，我做过广播，然后我问一下有没有人来打理我呀？OK。好，这是一个。顺便再看一个重点，这如果说要好好学的话，要了解这几个重点。首先，这个地方是我的源码和地址，对吧？这个物理就是这个以太网头部，这肯定源码和地址。然后再看一下，在这个 BOOTP 里面呢，也有一个源码，也有一个 MAC 地址，不能叫源码和地址了，就是 MAC 地址。好，我再给你简单说一下 DHCP 呢，其实很复杂的啊。我把 DHCP 说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其实。你是跟 DHCP 服务器做了一个交换，就是你把 MAC 给这个 DHCP 服务器啊，DHCP 服务器呢就根据你的 MAC 呢来给你发个 IP 地址。说的简单点，这是最简单的，不能再简单。其实 DHCP 功能超级强大了啊，最简单，你给我一个 MAC，我给一个 IP，给一个 MAC，给一个 IP，只要你 MAC 不一样，我就给个 IP，又来一个 MAC，又给个 IP，就这么简单。好，所以你会发现，正常呢那些服务器呢是看到这个地方的 MAC 地址，正常服务器啊，在这边正常服务器是看到这个 MAC 地址，但应该呢。这个 mark 和这个 mark 应该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样的。OK，好，那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就是为什么后面你可以看一些斯科文档，斯科文档说，其实我们的这个端口安全才讲啊，他说我们端口安全其实能够抵御 DHCP 的 DOS 攻击，什么意思啊？就是什么叫 DOS 攻击？就是你有一个好好的 DHCP 服务器，然后我使劲请求，使劲请求，使劲请求，把你请求没有。你还没有几千啊，你只有几百个，对吧？一个地址 C 不是有几百个吗？200多个一个 C 网，对吧？我瞬间就把你给请求爆了，这玩意儿叫 DOS 攻击。那好，那么有些斯科文档呢就会说，哎，我们端口安全是能够抵御这种这个 DOS 攻击的。他这个说法呢，其实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正常呢，如果说黑客这种特别傻那种黑客的话，他如果铸造这种包，这两个就应该是一样的。如果说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话，你使劲发，你使劲发，你在这个源码上使劲变，使劲变，我端口安全不就把它废了吗？这意思吧？但是有点脑子的黑客呢，肯定不会这么干。有点脑子的黑客呢，他清楚原理，他知道其实你服务器看的是这个玩意儿，你服务器是不会看那个东西的，不会看那个源码的，你其实看的这个东西。那好，我改一改，我外面这个 MAC 地址不改，始终是我的 MAC 地址，你端口安全把我有责吗？没责。我里面我使劲改，我使劲改，我使劲改，服务器就使劲看，使劲给，那就挂了吧。OK，所以说呢，有时候呢，我认为这个端口安全呢，基本上我认为端口安全是不能抵御这个 DHCP 的 DOS 攻击的。
对吧？啊，当然有些人较劲说可以，那你说可以也行，反正这个看你怎么说了，对吧？啊，但是基本上我认为东方完全是不低于 DHCP 攻击的啊，所以说后面我们有个专门的 DHCP 的 feature 来解决它。OK，所以要了解，所以有些思考文档里面就说啊就可以支持你说它可以那它也就可以，你说它不可以那就不可以。好，这个基本上差不多，我们再看一点，这今天其实我 TCP/IP 讲协议会讲的比较细啊，我们再看一些比较重要的点。首先的 discover 是在这儿的，看到了吧？这个一叫 discover，OK，、okay, 但是呢，在 bootTP 呢，这个操作位叫一叫请求，这个一般我们不谈这个，一般我们想谈这个 discover，好，这是一个点需要注意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值得注意一下微软呢，它有时候就是每个厂商啊，它在做 DHCP 的时候，有时候当然我们说简单就是啊，你给我 mark，我给你 IP，就这么 so easy 啊，但其实呢，有些厂商他在做 DHCP 的时候呢，要藏一些私货。啊，就是说，你会发现，你看，微软基本上会发这个厂商特殊的 ID 60，那么它会发这个一个 string，它就是这么回事儿。它通过这个 string 告诉服务器我是什么样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设备啊，我是这个，你可以有个文档可以查啊，这个比如说多少，比如说40 Win 7啊，比如说5是2008，这个查我也给你说不清楚多少，这个有个文档我会查，就是它会通过这个来告诉我是什么样的系统。我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个东西呢？是因为后面我们讲 ISE 的时候。IS 能够识别系统，还有人觉得好神奇啊！这个为什么 IS 能知道我是 iPad 呢？为什么他能知道我是 Win 10呢？他怎么这么神奇呢？我给你解释一下，他有很多种办法，其中一个办法，其实办法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办法就能看你 DHCP 这个位啊，比如说你出现了这个东西啊，然后他就认为你是这个什么东西了。当然，还是那句话，黑客如果知道这东西，他也可以制造这个东西，啊，你就认为我知道了，对吧？你所以要了解，所以说有时候。有些学网络，他没有这种思维方式，就是说啊，你看，哎，他就是这么识别了。你要知道，任何都有一个理由，这个理由往往源自于包的某一些位置。OK，你如果不理解的话，就知道它就识别了啊。未来说识别不了，识别不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它识别不了，因为我这个根本都不知道它为什么识别得了的啊。所以要理解这个原理，你看这些东西就有。当然后面还会讲 HTTP 部分，HTTP 会讲另外一种识别方式，反正要了解啊，这个就是一个识别的点。啊，当然很多办法，这是其中一个而已。好，这个就是 discover，然后呢，服务器呢就会回 offer。那又一个问题了，一个网络里面呢可能有很多 DHCP 服务器，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有很多的 offer。OK，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第二个 offer 呢可以看到 offer 也是个广播，啊，服务器给你回的广播，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以我的经验，有一些是单播的。其实我感觉，其实你自己觉得你这有必要广播吗？其实你的服务器给他回一个单播就可以了，是吧？回一个单播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整个广播呢？OK 啊，但是我给你解释一下，一部分抓的是单播，一部分抓的是广播啊，不一定，这个是不一定的。以前我上课说一定是单播不一定，现在我抓包真的是不一定，有些是单播，有些是广播。其实我当时用 Python 写过 DHCP 这个协议，写过一遍，当时我真的深刻的体验到。用广播写的代码至少会多100，至少少50条。就是说，如果说用广播省事儿好多，那如果说你代码要写到这个单播那个这个代码很难很难写，因为你要往物理这个底层写数据很困难的啊。好，顺便去看一下这个不一定啊，但是绝大部分现在是广播。好，这个时候比如说他会给你他的源 mark，这个依然是个。这个目的 mark 也依然是个广播，OK？你看源就是67服务器了，目的就是68 PC 了，OK？好，再看一下这个地方呢就是 offer，OK？这个地方就是 offer。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地方能够看到这个客户的 IP 被服务器给的，你看啊，被服务器给的 IP 地址172.16.12.100，就是他给你的地址是这个。服务器在哪儿？服务器在172.16.12.200。你可以看到的啊，你其实你用 IP config 哦，就能看到 DHCP 服务器，那其实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OK，好，但是你要知道，其实你看还有源码，其实还会给更多，但是这个比较简单，我这个做的比较简单，应该会有可以给，这是源码一个，然后呢，你可以看一下，这应该是网关，这是网关，看到啊，这是网关，然后呢，这应该是 D 应该是服务器，然后这是域名，对吧？DHCP 会给你很多东西的。
啊，绝对不仅仅是 IP 地址，至少嘛，你像至少应该有 IP 源码网关 DNS 嘛，至少啊，可能还会给你一个域名，甚至会更多。比如说啊，我记得刚刚我开始做项目的时候，老是去做一些西门子的设备，西门子的设备特别缺的，它开机的时候就是无盘，就是什么都没有。那你要通过 FTP，哎，你要通过 DHCP 给它发 IP 源码网关啊，甚至要发 FTP 的地址、FTP 的用户名、FTP 的密码、FTP 的目录、FTP 的文件，然后呢，它会自动到 FTP 上把这文件下载来，自己给你灌系统，然后自己开机，啊，所以 DHCP 能给很多功能啊，绝对不是一点点的啊。好，下面呢，我们说完了 offer，然后我们继续看，还有一个 request 和 ACK。其实到这儿呢，很多人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呢？因为你都给我地址了，那就用了，就行了。那为什么还有一个 request 这么一个神奇的一个步骤呢？就是因为现在已经可以用了，你给我地址都给我了，我就用吧，就好使了嘛，对吧？但是呢，为什么会有 request 呢？好，我来说一个问题：当你收到了多个 offer，那么你应该用哪一个？因为你可能有多个，那你到底用哪个呢？DHCP 正常，没有特殊技术的话，就是拼人品，谁先到用谁的，啊，就是你先来，那我就用先你的。啊，后来的我都不用。好，那有些人说能不能不拼人品呢？可以，像微软，如果说有微软的域，那微软加入微软域的那些机器就一定要是微软授权的 DHCP 服务器，它才收。啊，这是微软的域技术了啊，有微软有自己的 DHCP 安全技术啊。但是你正常你没有那些什么微软的域，没有做额外的这个 DHCP 的安全控制的话，那就是跟人品有关系，那谁先来就用谁的。OK，那微软有相应的就加了域，然后域的机器，然后呢，你在域里面就会说指定这个是授权 DHCP 服务器，只有他发的才能够收。但正常没有这个说法啊，正常就是谁先来就用谁的。好，所以说呢，这个 request 就有用了，因为你可能有多个。那这个时候呢，request 大概就在干嘛呢？就是我喊了一句话，说你看刚才我这个 discover，然后很多人呢又给我 offer，然后呢，我现在正式声明，这是个广播啊。正式声明，我要用那个服务器给我的那个 IP 地址，然后其他服务器的我都不要，啊，大概就这么一个喊话。那么喊话之后呢，其他服务器说啊，你不用算了，啊，不用我就收回来，然后我还是给别人用，哎，大概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它有一个 request，相当于就是我声明用它的，不用你们的，你们给我收回去，我不要了。好，然后呢，那个给你地址的一个 IP 地址呢，就会给个 XCK，那就说好吧，你就用吧，啊，基本上就是这么四个包，哎，这是很重要的理论啊，这个理论。重点你要看一下，就是客户发 discover 和 request，server 发 offer 和 ACK。一会儿我们的安全控制其实就是在控制这些包类型。比如说你不是一个 DHCP 服务器，不允许，那不允许发 offer 和 ACK。啊，这个一会儿的安全控制主要是通过这个思路来解决的啊，所以要了解一下这几个包的特点。好，但是 DHCP 真的是很复杂的一个协议啊。那这，我记得当时我得讲2个多小时才就讲这个 DHCP 协议很多细节，而且 DHCP 我跟你讲还有好多东西没有讲啊，比如说像中继技术，DHCP 中继，还有中继的高级选项，啊，还有私客有些奇葩的一些 ID 问题，都是会在一些都在协议里面会讲的，那个很麻烦，其实说实在 DHCP。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基本上把 DHCP 的原理说了。